第四句，法眼何悦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言语，祸福之门啊！夫子教学就非常慎重啊！你看他教学的思考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就是言语，第三是正事，第四是文学。在全世界，每一个族群，每一个宗教，古圣先贤，他们没见过面，他们没有信息往来，但是他所想的，他所说的，他所教的，在原理原则上完全相同啊。这是什么？我们称它做真理啊，完全相同啊，都是把德行摆在第一，都是重视言语。法言何悦？无论是请教于人，或者是你教诲别人，我们在还原观上看到的四德啊，这是贤首国师为我们提出来的啊，四种性德了，都是化身菩萨的啊，我们应该学习啊。第一个，随缘妙用啊！啊，随缘大家好懂啊，我们能做到随缘，不攀缘，你就自在了。那妙用呢？妙用则大自在啊！什么叫妙用呢？里面没有我。只有一个念头，利益社会，利益大众，利益国家，利益世界。他这个利益的，他想着别人，从来没想过自己，真妙啊！想到自己就有生烦恼，为什么呢？他就有得失，想别人没有得失。事情做成功，众生有福，自己不居功，我没什么贡献，众生有福，做不成功啊，众生没福啊，我也不会难过啊，我们已经尽心尽力，功德就圆满了，妙用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能把自己夹在里头，夹在里头就不妙了。啊，自己夹在里面就是造业了。啊，这个业有善业，有恶业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果报在六道出不去。没有自己，这个业叫净业。
佛教人修静业，断恶没有自己在里头，修善也没有自己在里头，静业。第二个，时时刻刻想到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样子，唯一有责，责就是原则，就是好样子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，不能做坏样子。第三就讲到了，你看，至直如火。如何就是此地讲的发言活跃呀。活是温和。越是喜悦。那到反面什么？反面现在已经讲发脾气。那就不是活跃了。那人家把事情做错了，事情做错了也厚颜爱语。做错的人会很感激你，不会再犯第二次错。如果做错了，你把他叫过来，狠狠地训他一顿，发了一顿大脾气。他是你的下属。他替你打过，他不能反抗你，心里不服，过时还会重犯，他不服你吗？和颜悦色，处处处处为他着想，要感恩呐。他怎么会犯错误？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属于上班，工作不多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还看看报纸，喜欢是靠在这个椅子上，椅背往后靠，这个凳子前面两个脚就翘起来了。我的长官他从后面看到了，我不知道，走进我的身旁，拍了我的肩膀，我一看过来是看到是他，赶快站起来。他是和颜跟我讲，他说你这个坐姿势不好啊，椅子容易翻过来你就摔跤了，你会受伤啊。我这个毛病永远就改掉了，感恩呐。他们有的时候把我狠狠教训的没有，发言活跃，永远感激，永远不会再犯。你这个力量多大改正别人错误发脾气是很愚蠢的一个做法，是错误做法。真正学过弟子规的人不会这么做。他一定是好言悦色。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。这是学问，是大学问呐。又何况我们向别人请教。
这种事情太多了。活在这个世界啊，知识日新月异，要不要学？不能不学。但是传统的那是大学问，更要学，那是根基。有大学问，这些知识都被你受用了，你会用得非常恰当啊！你真正是有大学问，肯定啊，他会用啊这个高科技媒体来传播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让无数众生呢破迷开悟啊，真正离苦得乐啊。